可云用心准备好礼物，没想到整形换剧情，出游玩乐的最佳帮手。我要，真的很难买，因为它是小丸子的联名版，它现在已经炒到快要20000块了。哇，你好漂亮啊！我不知道你们都拿那么厉害的。真的是把台湾的文化传承下去，真的比离婚证书还可怕。今晚十点，小明星打更班。